写挺好的呀。对，我觉得这写的特别好，因为其实我写到后面就自己就来了点感觉了，是吧？就我小时候听王力宏版本的《龙的传人》，就会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非常的骄傲。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把这首歌我们换一个形式，然后再唱给同学们听，也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中华儿女的骄傲，就是有使命感，肩负着一种力量，传承的血脉，爱自己的国家，爱自己的民族，永远是一个坚定的立场。来吧，那咱们开始吧。来吧，整上吧。不曾到达每个流域，我的爱从不会犹豫，沉睡的东方只是怒吼，谁看扁我先住口。遥远古老的东方有一群龙的传人，巨龙巨龙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。遥远的东方有一群永永远远地擦亮眼，这样一直的一直的沿着河走，经过我的双手也封不住我的口。这后面的词儿好有劲。这块是不是不太熟悉？这点鱼龙强化的音，这是真正学的我执着的听。可以，你想唱这个，你就唱这个吧。除了别人没这技术，可以。因为这个感觉大家都能给我点，然后我也不用找钱。行，老师现在几点了？三点不到。来，站起来唱，找找感觉，对着镜子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。我在这边是吧？遥远古老的东方有一群龙的传人。巨龙你擦亮眼，这一块我们巨龙巨龙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你擦亮眼，感觉挺难的。阿姨哥都快哭了，感觉这还是得有训练学习。